哥呀！总算摆脱他了，终于可以松一口气了。哎呀，我肚子啊痛！哎呀，奇怪，我的肚子也是，好痛哦。哎，刚刚那边有一公厕，我们赶快进去。哦，好。什么？竟然没有卫生纸？中计了吧？你其实刚吃的金虾是已经过期的，然后我把这厕所连卫生纸全部抽走了。什么？妈妈的卑鄙的小人！哈哈，你先等死吧！哈哈，等一下，现在是什么情况？刚刚因为太饿，好像也吃了几颗过期的金虾。所以现在情况是我们四个人都被困在厕所里面了吗？看起来是这样子，没错。啊！还一个 RPG 的勇者，居然要因为在厕所里找到卫生纸而跌倒了。而且连魔王的脸都还没见到哦。啊、魔王，你叫我吗？什么？什么？你真是魔王？对啊，我是。那你第一步跟路人甲一样在边乱画的情景是怎么回事？哦，没有啊，我只是因为肚子饿出来吃找个宵夜吃嘛。那你怎么会加入我们？我以为你们就烤鸡团，想说凑一烤。原来如此，看来这魔王得来全不费功夫，你就准备受死吧。哼，在教训我之前，先把你的屁股擦干净吧。对啊，虽然我之前有恩怨情仇，不过还先处理好屁股的事情比较要紧吧。嗯，好吧。对了。知道为什么人要两只手？什么？你在说什么？千万不能抛弃本性啊！等一等，先让我来分析一下我们现在情景。现在我们四个人手头上都没有卫生纸，而且在这种荒郊野外，应该也没有人会经过，所以还是只能靠我们自己了吗？总之，我们先把身上能够擦屁股的东西都找找看吧。好。你们有什么收获吗？哎，不知道就不会用哎。我这里有几张沙子。沙子？开什么玩笑啊！你的身上整个肛门都是血。可是照这种情况看来，沙子的话应该足以媲美舒洁啊。总之先给你们吧。这个大家真的都会用吗？拜托，这比我想象中的特地还要大三倍。舒服哦，擦得真干净。他们这里用了，怎么办？不快用不行了。不行，为我活下去。这样又解决掉两个人了，心机还真是重啊。你也不擦。话说回来，你真的没有可以擦的东西吗？我这边没有哎，那你那边呢？怎么可能会有啊？真不像把我的1000块拿出来擦，虽然很不愿意，我也要拿我的签名照来应急一下。嘿嘿嘿，现在是我们宿命对决时刻，准备受死吧！等等，仔细想想，我跟你又没有什么关系，我干嘛互相残杀呢？对吼，我不是勇者，干嘛打魔王？那我们不如一起去吃个宵夜吧。哦，好啊，走。就这样，男生和魔王成为了好朋友，从此过着幸福快乐的日子。可喜可贺，可喜可贺。哎，你没有生气吗？